他有心脏，他有这样的，我不太会跳，他的看着，没有留给他了，他自己发展他的创意，然后他很会跳啊。好，好了，笑完了，正经一点，今天是海边的孩子。我妈妈今天有来。其实他几乎每一堂都有来，他很关心我。从以前我开始表演的时候，他有空他都会上来台北，然后来找我这样。我妈妈一直很支持我，在我做追逐我自己梦想的这条路上。我说我要出一张母语专辑，他也没有太多的意见，他反而觉得很好啊，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。我现在想要唱一首是我妈妈教我唱的第一首母语歌，这是一个阿美族的民谣，好像其他人也有唱过。这首歌叫祝福歌，然后是讲述的是阿美族年轻人要离开家里的时候啊的心情。歌词的内容是，天还没有亮之前，我起床，然后看到自己的家人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家了，然后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请你们保重你们的身体，不要太想我的身体。我们没有我这个，就只好用身体来代替一切事情，蛮有趣的。然后我也喜欢这首歌。